联谊委员会，还有经济开发与社会福利。那年鸦片战争以后，大量的传教士又来到中国，但是在当时我们希望罗马教皇能够早下决心，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We do hope he brought the Chinese Oriental culture to the West. 我相信，在国家关系改善了以后，宗教国家关系的改善会为宗教之间关系的改善开辟新的前景。永生的神粮和永恒救恩的亚伯尔的祭品，我们的圣祖亚伯兰。主教和刘先生和我本人会乐意。宗教信仰上是得到尊重的，那么不能公开的只有一样，就是对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意的，或者反对这个世俗制度的，他就不能公开。哇，你怎样恩待了赵姊妹，你也恩待孙姊妹和你的圣手里。阿门。牧师长老翻了换，领导人把国家领导得更好。我你在这国家掌握。